抱歉，就和以前说的一样，黄龙哥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太稳定，给各位添了不少麻烦，他自己也经常为此自责。不错，所以他对这些症状相似的朋友们也抱有高度的同情。我们荒龙互助小组就是在这个契机下成立的。是的，他们其实都是非常正直纯良的人，只可惜至今没有找到治疗的方法。不，我完全正常。嗯，你来得正好，上山先生，这位朋友可以证实我的说辞。相比他人，荒龙哥确实更容易突然兴奋，情绪高涨。而我们荒龙互助小组的成员，内心也都是非常淳朴善良的。居然连旅行者都来给荒龙派作证了，难道一直以来，我们都误会荒龙派了？好像有点道理。听大和田雨丽讲，荒龙派的二把手留过学，又精通律法。我说为什么这种人才会甘心留在荒龙派，可是他们三个到处乱贴小广告的事证据确凿，已经有不少居民来向我们投诉了，就这么释放的话未免有点说不过去。关于这点，请允许我再次向您道歉。阿守他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帮助到更多有困难的朋友吧，只可惜太过急于求成，给大家添麻烦了。荒龙互助小组会负起全部责任，尽快还大家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但要把这些小广告都清理干净，只靠我一个人效率恐怕会有些低，除非能叫上他们一起。如果时间拖得太久，不知道投诉会不会增多，到时候只怕又要麻烦各位来处理了。这好吧，我去把他们都带出来，下不为例了。终于得救了。哎，我就说人姐不会放着我们不管的。哇，荒龙派复活。不好意思，他们一想到可以为挺街服务，情绪都有些激动。我说你们一定要把那些小广告都好好清理干净啊，还有别忘了和居民好好道歉，争取原谅。当然，请您放心。你们说是吧？是，当然，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唉，到底该不该放了这群人？别又整出什么新乱子吧。那，任姐，我们就先去道歉了。我们赶紧走吧，迟了的话。慢着。上个月是考警官差点惊动火消队，五天前是大晚上开豪歌会扰民，今天又是到处乱贴小广告，你们一个月到底要进去几次才肯罢休？这回我们贴宣传单也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荒龙派的大名。不用解释了，本来还想去乌有亭办正事，现在看起来还是得先让你们长点记性啊。救命啊，你行行好，救人救到底，不然还不如把我们留在凤行所。不必可怜他们，这是应得的教训。对，任姐，还是先让我们去道歉吧。这万一又有人向凤行所投诉，我们不就又进去了吗？到时候又得劳驾人接你，你说是不是？哼，那就回头再教训你们。所以你们都把广告贴到哪些地方了？这个嘛，至村屋的柜台上就有几张。我们想着说不定坐下吃饭的人会多看几眼。还有99屋的告示板。还有说。是，还有名神大社下面的山道上。我们想说求神不如来求荒龙派，可是还没贴几张，就有一个好恐怖的狐狸女人突然从背后出现。哎，
不要逼我们去回忆啊。总之，等我们回过神，就已经被抓到凤行所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到了凤行所，反而安心了不少。啊，是啊，好歹是从那个女人手里逃出来了嘛。哎，任姐，你的脸色怎么？果然，还是先送你们上路吧。已经不是教训了吗？都要直接上路了吗？救命啊！不行，只有神社不行。任姐，我们先去跟看兵卫老爷道歉了。再见了哈。对，还有奎老板呢。等等我。这群家伙，平时怎么不见这么能跑？招惹谁不好，偏偏惹上了神社。这下也只能硬着头皮去了嘛。倒也不是有没有交情的问题。哎，罢了，有你在的话，说话也方便些，能快一分是一分。我连一秒都不想在神社待着。总之，就有劳你陪我走一趟了。小家伙，你怎么来了？嗯，还跟着一位稀客呢。公司大人，我是来为荒龙派的事情道歉的。我们会负起责任，清理掉所有的宣传单，并对神社的损失做相应的赔偿。希望公司大人能原谅他们的无礼。原来是为那件事。哎呀呀，这下可难办了，这里毕竟是明神大社，如此行径，往重了说，可是对将军不敬。要不这样吧，眼下我已派了一名巫女去处理你们的小广告，所以神社里少了些人手，作为补偿，就由你来顶替这名巫女，在神社接待一日来客，如何？请容我拒绝。哦，拒绝的可真快。不过这样真的好吗？若是让天守阁听闻了此事，居然……小家伙，几日不见，学得还挺快嘛。的确。被谁抓住弱点都无所谓，唯独这个女人。好吧，就做一天巫女，但先说好，只此一日，下不为例。另外，巫女服我绝对不穿，绝对。唉，那还真是可惜。喂，怎么连你也？就这么办吧，神社里已经来了几位客人，你可要好好接待啊。我知道该怎么做。哎呀呀，一转身就走了，真不留情面。且慢，你有没有兴趣也来做一天巫女？在我的神社里，当然是我说了算呢。再说了，你就真忍心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果然，还是想留下来陪他吧。放心吧，我会好好付给你们报酬的。尤其是你的那份，绝对值得期待哦。到底该不该冒这个险呢？哎，
你们是巫女？现在的巫女这么多元化了吗？不愧是名神大蛇。其实我最近遇上了一笔生意，说是只要资助一艘海外的商船，就能在三个月内拿到本金40%的利润。我有不少朋友都已经拿到回报了，正想找我一起加大投资，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总不踏实，就想来神社问问明神大人的意思。但是这解出来的签既不说好也不说坏，看得人迷迷糊糊的。神社里的签文多半都是这么模棱两可的东西。难道神明是要我明天再来求一次？要是明天不中，后天再来？有这时间的话，多调查一下这个所谓的商船如何。我听说有一种骗局，是捏造一项子虚乌有的投资，向人许诺短期内的高额回报，但实际上只是在用新的投资作为盈利付给之前的投资者而已。因为确实看到有人受益，后来的投资人就会越滚越多，直到布局者决定收网，带着摩拉消失无踪。这么一说，他们确实没跟我提过商船的具体航线跟规划。只要说是海外，模糊详细信息，就可以筛掉一部分有心力去甄别追查的人。这也是布置骗局常见的手法呢。居然是这样，明神在上，还好没随便答应，一定是神明也听到了我的困惑。对对，谢谢巫女小姐。说起来，总觉得以前在神社里也听到过这种风格的建议呢，只可惜那位巫女后来就见不到了。是吗？真可惜。不过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先回去提醒你的朋友了？啊，对对对，我这就回去，让他们都小心点。希望他的朋友也能及时收手。那边还有客人，去看看吧。就算视野变得开阔了，思路也不会跟着开阔啊。你们是巫女？现在的巫女还真有新意。是总编大人的创意吗？难怪这么不同寻常。唉，不像我，写什么都没有新意，还得到神社祈求灵感。那你求到灵感了吗？没有，一定是我心还不够诚。等明天我再来一趟，一定能感动神明的。你有没有考虑过，到各地去走走看看？灵感来自日常的积累，多去些地方，多认识些人，也就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和读者分享了吧。如果一直停留在一个地方，接触的也都是一样的事物，写不出新意也很正常。这么一说确实，我好久没有出去采风了。说起来，这位巫女小姐好像有点眼熟，我们以前见过吗？就在这神社里。没有，你认错人了，面部识别能力下降，也是不常与人交流容易引发的问题。居然还会这样，我这就回去收拾行李，马上出去旅行。你问面部识别能力是不是真会下降？因人而异吧。比起这个，前面好像来了新的客人，快过去吧。好好站稳了。老婆婆，请稍等一下，我们马上帮你安排。哎，好，不急不急。怎么了？啊，
你们来得正好，这位婆婆想为快出国的孙女求一枚玉手，但现成的玉手又正好不够了，可以拜托你们去准备一下吗？布囊和绳结可以在两侧的射殿附近找找，内服用的纸片可以问问麻剂。至于内服提血和制作的流程，应该也不用我多说吧。这就够了。那玉手就有劳你了。我先带婆婆去净手，一会儿就在神鹰前见面吧。哎呀，真是麻烦你们了。明神保佑，祝你们万事平安。服用的纸片，我这里就有几张，不过我现在没有带笔。不碍事，我来写吧。不能已经找到了。居然在这种地方。都收集完了，拿去交给那位婆婆吧。手已经准备好了吗？还差内服尚未提写，稍等。来，老婆婆，请在这边祈愿。明神大人在上，保佑小孙女此行离家一路平安。这种需要正经巫女的场合，还是交给道成吧，不适合我。有些事情凭凡人的手段已经无法做得更好，也只能向神明祈祷了。何况他的孙女拿到玉手，自然会明白婆婆的心意，行事多少也会更稳妥些，从结果来讲也是有益的。我看不惯的只有那些自己不曾努力也没有主见，却事事仰赖神明，反而忽视自己与身边人的家伙罢了。不，与这无关。我不想当巫女，纯粹是因为不喜欢。比起这个，那边好像快结束了，我们过去送送吧。实在太谢谢了，等孙女明年回来，我一定叫上她一起来还愿。不必客气，老婆婆，回去的路上记得小心脚下。好好好。不用担心，这条道啊，我已经走得很熟了。说起来，还没谢过这位巫女。多谢你准备的玉手了，我一定嘱咐孙女好好带着。不客气，职责所在而已。我们可有好久没在神社见过了吧？你终于回来了吗？您认错人了。是吗？难道我的耳朵也不好使了吗？奇怪啊，声音明明和以前一模一样啊，就是那位不怎么说话的巫女。不管怎么说，明年回来还愿的时候，希望还能听到你们的声音啊。不错，以前因为家里的安排，
在这座神社见习过一段时间，可惜没留下什么值得回味的记忆，只记得每次出门家里人句句不离，要恪守礼节，牢记条例，每次从神社回去又被追着问行事有没有冒犯客人，举止是不是合乎规矩，却没有听到过一句送别或是欢迎回来的话。后来我一气之下离开了神社，为了找份巫女以外的工作，我学过账务，也做过编辑，还考过厨师什么的，平时戴着面铠也是不想让人认出来，免得总被问东问西的。闲话说的差不多了，该回去找那个女人复命了。今天还真是让我看了一场好戏呢，你们有没有兴趣接着做巫女，或者来八重堂当编辑？这么有趣的人随便放跑，随便错过了可不好。恕难从命，公司大人，神社和八重堂的待遇很好，但不适合我。唉，好吧，硬是留你在身边也只会把有趣的东西变得无趣而已。那这是说好的工资，一摩拉都不会少了你们。工资我就不必了，公司大人，我今天来是为了赔罪。放心吧，我已经从你的那份里折去他们胡闹的损失了，这工钱要是现在不结清，我也只能回头再派人把这包裹送去荒龙派了。让谁去好呢？阿信吗？不劳公司大人费心，这工资我收下就是。很好，那小家伙你呢？你总没有拒绝的理由吧？这才对嘛。啊，还有一件事，你们记着，这包裹要等到离开神社才能拆开，否则可是会有不幸缠身的哟。如果有烦恼的话，到这里应该就没问题了吧。那女人向来如此，说不定里面装的只是普通的摩拉。我来看看，果然只是摩拉而已。没什么，只是数目有点惊讶到我了。巫女的差事还真是赚钱啊。那是当然，摩拉可买不来自在，你的那份呢？没有扣除补偿的话，应该会更多一些。奇怪，怎么只有薄薄一张？等等，你在笑什么？小家伙，你怎么来了？还跟着一位稀客呢。公司大人，我是来为荒龙派的事情道歉的，我们会负起责任，清理掉所有的宣传单，并对神社的损失做相应的赔偿，希望公司大人能原谅他们的无礼。原来是为那件事。
这下可难办了。这里毕竟是明神大赦，如此行径，往重了说，可是对将军不敬。要不这样吧，眼下我已派了一名巫女去处理你们的小广告，所以神社里少了些人手，作为补偿，就由你来顶替这名巫女在神社接待一日来客，如何？请容我拒绝。哦，拒绝的可真快，不过这样真的好吗？若是让天守阁听闻了此事，居然……哦，小家伙，你就这么不相信我？我好伤心啊！哎，真拿你们没办法。那你们就去给负责清理的巫女帮把手吧，之后就依你们说的，把小广告全部清理完就行。如何？够大度了吧？的确，完全不像是这个女人会干的。不过清理小广告本来就是荒龙派的责任，况且就算有什么问题，也比当巫女要好多了。辛苦你陪我这一路了，接下来交给我一个人。商量好了，那可不许反悔了。我派去清理的巫女就在神社外，你出去不远就能看到，绝对不会认错。毕竟，就是你的姐姐阿信嘛。姐姐？就这样吧，小家伙，你们可要好好努力哦。果然，还是被算计了。嗯，虽然有些难以启齿，麻烦你再陪我一阵子吧。另外，从现在起，你就是荒龙派首席顾问了。抱歉，这其中有很复杂的缘由。唉，总之，先去外面找他吧。那当然，这可是八重大人亲自交代的工作。哦，是旅行者啊，好久没见了。八重大人给了我新的指示，要我把山上的小广告都清理干净。居然在神社周围贴这些东西，真是的，这都是谁干的好事？哎，你身后这位是？好久不见了，姐姐。阿忍，你终于愿意回来了。抱歉，不是的，我这次来是为了其他事。怎么会？家里人都很担心你，虽然嘴上不饶人，但其实我现在过得很好，不必担心我。就这么跟他们说吧。那怎么行？我偶尔也听到来神社的人说起过，你从离月回来之后就加入了什么帮派，还有一些不好的传闻，虽然觉得不太可能，但阿仁，你不会是被他们给骗进去的吧？我正想说这件事。我现在供职的帮派，其实是一个正经运作的国际化社团。真的假的？我们社团里汇集了来自各国的精英人才，比如这位旅行者，在蒙德和璃月都是首屈一指的人物。现在则是我们的首席顾问。这我确实有听八重大人提起过，有位名动天下的旅行者，原来就是你吗？不错，我远赴璃月有一半的原因也是为了结识这些朋友。啊，原来如此，这就说得通了。那你们的社团叫什么名字？荒龙派。啊，荒龙派，总感觉在哪里见过。啊，不就是这些小广告上写的吗？请听我说，这只是一场宣传事故，我们这次来神社就是为了澄清误会。
我们社团在到期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所以经常有人对我们产生一些误解。为了更好地传播我们的精神和理念，我们还聘请了本地的团队进行宣传。只可惜，或许是在沟通上出现了一些歧义吧，才导致了现在的结果。虽然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外包的问题，但作为负责任的大社团，还是得亲自来道歉善后。所以，这里就交给我们。姐姐，你可以先回神社了。不行，这可是八重大人亲自交代给我的任务。不如我们一起清理吧，我刚好还想多听些黄龙派的事情。那个女人连这一步都算到了吗？哎，好吧，这些宣传单的粘性不强，用水沾湿或者用风吹松就能揭下来了。热血荒龙派，有梦你就来。怎么说呢，你们宣传单的画风还真是……这是最近在蒙德正流行的抽象风格，还柔和了一些璃月的水墨技法。我们为此重金聘请了专业的绘师，虽然最终效果是有点前卫，不过这正是我们荒龙派锐意创新、积极开拓的表现。原来如此。荒龙天下第一斗，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位荒龙一斗就是你们在道期的领头人。我听过一些关于他的传闻。荒龙哥英明睿智，是我们社团的牌面，自然有不少竞争对手想要抹黑他。只是荒龙哥天性洒脱善良，不愿计较，再加上他的鬼族身份，有许多事都不好开口。但对于这些不实言论，我们都会保留提起诉讼的权利。是吗？真是辛苦啊。羽线难画。荒龙派的人才多，个个能打又能说，后面还有成员介绍，阿守、元太、阿晃。说起来，你们社团有这么多人，为什么还要麻烦你和首席顾问来道歉？这个嘛，一是为了向神社和公司大人表示最诚挚的歉意，二是因为其他成员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事，他们正在和外包团队就这起事件进行谈判。阿守他们，他们在律法和交涉上的造诣都远胜于我，所以谈判工作非他们不可。居然比阿忍还要专业，不愧是荒龙派啊。好了，这附近都清理得差不多了，我们下山去吧。你们怎么在这儿？人姐，对不起，我们都想明白了，不能让你一个人在神社受苦。虽然还是有点害怕，脚也有点站不稳。撑住啊，阿黄，我们还要去向那个女人当面道歉呢。阿黄，姐姐，先别管他们，我们先下山清理。人姐，你放心吧，下面的宣传单我们都已经清理完了。哎，全都清理完了？不是只有阿忍和旅行者来了吗？我们在城里道完歉之后马上就赶过来了，毕竟这都是我们自己惹出来的事。从建议老大自己画宣传单到四处张贴被抓，都是我和阿守还有元太出的主意，怎么能让人姐独自面对那个女人？阿守、元太被抓，自己画。阿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说我听到的那些传闻多半都是真的？那你真的是被谁给骗进去的吗？这要是让家里知道的话。不，我完全是自愿的，虽然没有刚才夸口的那么好，但我每天过得也很愉快，要告诉他们的话就尽管去说吧。我不觉得待在荒龙派
是什么丢脸或者屈才的事情，就算是抓了我回去，我也会再逃出来一次的。看这气氛，难道我们又搞砸什么事了？他是想抓人杰走？喂，在神社闹事的人是我们，不关人杰的事。那个女人呢？你把那个女人叫出来，她可以证明，甚至全都是我们的错。啊，你这叫我怎么说你才好？行了行了，家里面我会替你保密的，不用那么紧张。哎，你也已经不小了，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人，已经比我们都要多了。不管做出什么决定，都是你自己的选择。虽然还是有点担心那些传闻，不过他们明明很害怕八重大人，却还是为了你上山来了呢。既然你选择了荒龙派，那就尽力把之前跟我说过的话都变成现实吧。姐姐，这又是什么情况？不知道，不过看这气氛，我们暂时不用请那个恐怖的女人来作证了。何况就连旅行者都选择加入的话，荒龙派的将来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吧。首席顾问，关于荒龙派的发展问题，我们到边上慢慢说吧。那，任姐，我们就先去道歉了。我们赶紧走吧，迟了的话。慢着。上个月是考警官，差点惊动火消队。五天前是大晚上开豪歌会扰民，今天又是到处乱贴小广告。你们一个月到底要进去几次才肯罢休？这回我们贴宣传单也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荒龙派的大名。不用解释了，本来还想去乌有亭办正事，现在看起来还是得先让你们长点记性啊。救命啊，你行行好，救人救到底，不然还不如把我们留在凤行所。不必可怜他们，这是应得的教训。你的意思是需要制定一套规则？的确，有了明确的条例和相应的处罚，能更好地规范成员的行为。难道说他们之所以屡教不改，就是因为荒龙派还没有成文的律法吗？喂，他们俩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啊？虽然听不太懂，不过是不是不用挨揍了？让我想想，荒龙派指导手册，学习，不会是要我们背书吧？不会吧，这还不如挨揍呢。喂，你们看，任姐的注意力好像不在这儿，趁现在开溜的话。的确，如果能让他们背到滚瓜烂熟，行事的时候心里多少也会有点分寸。只不过以他们的秉性，要想把什么东西背熟，恐怕还得多布置几回作业，每天抽查背诵。人呢？这头就是天守阁和凤行所，他们一定是往另一边逃了。放着他们不管，谁知道又会闹出什么乱子。麻烦你和我一起把他们都抓回来吧。
秋沙钱汤的老板好像在张望什么。新衣服。起来吧，还蹲在这里干什么？任姐，你怎么上来了？喂，你们踩在别人家的屋顶上干什么？抱歉，我们这就下来。哎，就算是胡闹，也总得有个限度吧。还好没踩坏房上的砖瓦，不然万一要修这修那的，这秋沙钱汤就得跟着歇业了。对不起，实在抱歉，往后我会严加管教的，如果后续检查发现有什么损坏，还请到花剑板联系我，荒龙派会对您的损失负责。这回倒也还没什么，只是你们这一天天一夜夜的闹腾，哎，迟早会出事吧。我看你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还是多想想办法治治手下的人吧。是，感谢您的理解，无论是为了荒龙派还是挺街，我都会尽快让他们守规矩的。哎，我们会改正的，会改正的。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你们要谨遵荒龙派的派中法度。派中法度第一条，不得损坏他人财物，如有违反，当全额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包括修理费与误工费，视情况再追加精神损失费。如果无法立即拿出赔偿，可以先由荒龙派出面筹措，之后要在期限内打工偿还，当然连带利息，在还清之前冻结在荒龙派拥有的所有资产，包括你们的鬼兜虫、七圣召唤牌组。不要啊，我知错了。知错就不要再犯了。还有，元太和阿晃都跑到哪里去了？这老大说荒龙派同气连枝，绝不能互相出卖。要是他们在路上触犯了派中法度，就连包庇的人一起治罪。他俩往花间板去了，我亲眼看见的。快走吧，希望他们还没惹出什么麻烦。任姐，你看我这认错态度能不能……闭嘴，快点跟上，再逃的话后果自负。藏在这里干什么？出来吧。任姐。啊，那个抢我们地盘的大人出来了。不好意思，我们这就上来。对不起，我不该抢你们地盘的，至少也该先来一场堂堂正正的对决。不如这样吧。作为赔礼，就让我来陪你们玩七圣召唤。哎，那算我一个。我们荒龙派有福同享，不对，有难同当，赔罪也要一起赔。要不还是算了吧。这里这么吵，大人们迟早会找过来，到时候被发现没写完作业就出来打牌，以后就再也没机会玩了。而且要是总玩七圣召唤不写作业的话，总觉得会变成不妙的大人呢。哎，不会吧，会变成这个样子吗？那还是快点回去写作业吧。这群家伙。站住，还想和小孩子赌气吗？派中法度第二条，不得与小孩子争抢。派中法度啊，那是什么？别问了，
乖乖听着就行。违反者需要诚心诚意地向对方道歉并做出补偿，在取得受害人原谅之前禁止参与一切帮派活动，包括烤井瓜、豪歌会、斗鬼斗虫，还有七圣召唤。不要啊！还有力气哭惨的话，先老实交代阿黄跑去哪儿了吧。这老大说荒龙派情同手足，绝不能互相告密，尤其是像人杰。他跑出城外去了，我亲眼看见的。被人姐一瞪，身体下意识就做出反应了。荒龙派有难同当，就算挨训也要在一起。城外，听奉行所的童心说，城外最近有点不太平，我们快过去吧，希望能赶得上。说起来，人姐为什么这么快就找到我了？哎，我说阿少，难道你？好的，谢阿黄，我们赶紧跟上去吧。哎，这个阿黄，平时怎么不见他这么能跑？啊，不行，要累死我了。我从凤星所听说，最近有一伙海乱鬼在城外流窜。无论如何，还是尽快找到他比较好。城外地形复杂，我们暂且分头行动吧。等我安顿好阿守和元太，警告他们不要乱跑，就往南边查看。能麻烦你先在北边看看吗？多谢了。这口箱子说不定能藏得进去。哎，是你，饶命啊人杰。吓死我了，还以为他铁定会在你身边呢。还好。我闭着眼睛跑了好远，一不小心跌了一跤就摔到了这里，没想到这里居然有这么隐蔽的藏身处，还有几口大箱子，只要想办法钻进去，就算是人界也找不到我了。你可不要告密啊，我们荒龙派亲如一家。朋友就该互帮互助嘛，拜托了，来帮我把箱子里的东西腾腾干净。海乱鬼，不会是人杰想吓我出去吧？而且海乱鬼和生气的人杰，怎么感觉还是后面的更可怕？我逃了这么远，人杰怕是正在气头上，我看还是先躲一阵子吧。你真的会保我吗？如果是你出面的话，说不定人姐真的能放我一马。那我可就跟你走了呀，我这条小命可就交给你了。人姐，我搜索完南边，看你们迟迟未归，就想着来看看。看样子，我来得正好。救我！我们说好的。放心吧，我没打算动手。人杰饶命。我没听错吧？天天让你们这么折腾，有千手白眼都抓不过来，何况教训过一顿，下次也还会再犯。毕竟我们是荒龙派嘛。从今天起，我们改用派中法度来整顿风纪，我已经拟好了副稿，整理完毕就给你们上一课。阿守和元太已经在花剑板等着你了，你们可以凑成学习小组，互相检查背诵。这要上课，救救啊！荒龙派的男子汉，怎么能在背书和作业上浪费生命？走为上策。还想跑？派中法度第三条，抗命不从，全文背诵。
三郎和小孩子打牌，打输了又不服气，就把对面的牌给抢了，这是违反了哪条派种法度？打输了还不服气？这三郎是哪个派里混的？我们去教训教训他。对，愿打服输，这样耍赖算什么本事？回答问题。还有，三郎只是一个虚构人物而已。你也来了吗？有没有成效，暂时还看不出来。不过能用课堂上的处罚，让他们把精力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光是少惹点乱子，就已经很不错了。你马上就能看到了。喂，想好答案了吗？那和小孩子争抢是第二条，可是损坏财物又有点像第一条。那要不然我答第一条，你俩答第二条，这样总有人能蒙对，就可以少吃一遍处罚。行，那任姐，我们选。答错。三郎同时违反了一二两条法度，并适用于第二条第36项的补充说明。作为处罚，涉及的条目和细则，你们每人都回去抄写3遍吧。不要啊！这口箱子说不定能藏得进去。是你，饶命啊任姐。啊，吓死我了，还以为他铁定会在你身边呢。还好。我闭着眼睛跑了好远，一不小心跌了一跤就摔到了这里。没想到这里居然有这么隐蔽的藏身处，还有几口大箱子，只要想办法钻进去，就算是人界也找不到我了。你可不要告密啊，我们荒龙派亲如一家。朋友就该互帮互助嘛，拜托了，来帮我把箱子里的东西腾腾干净。海乱鬼，不会是人杰想吓我出去吧？而且海乱鬼和生气的人杰，怎么感觉还是后面的更可怕？我逃了这么远，人杰怕是正在气头上，我看还是先躲一阵子吧。多谢。怎么这么多东西？好挤。不好，宣传单怎么撒出来了？终于进来了，怀里的宣传单也粘得到处都是。那也没办法了，麻烦你回去看看任姐的情况，我得估摸一下还要在这里面挤上多久才能等到她消气。你有什么发现吗？这就难办了，南边也没有线索。我刚刚问过了附近的童心，据说那伙海乱鬼最近走私了一批物资，就藏匿在这附近，他们随时可能回来把那些东西带走，希望不要和阿黄撞上。听说是用几口木箱子装的。怎么了？你的表情有点奇怪。什么？我们快走。这里，该死的家伙，箱子里的东西呢？被你扔到哪儿去了？应该都沉到海里去了。你这家伙坏了我们的好事，还把这种恶心的小广告粘得满箱子都是，你是存心看不起我们吧？没有啊。现在交易是做不成了，你也别想好过。你们可别乱来啊，我可是荒龙派的人。
荒什么派？荒龙派？没听说过。我们老大可是很厉害的，连幕府的大将都不敢应他的挑战。还有我们人简，在道七离月两边都吃得开。还有是你吗？还有人简？哼，你就是他说的那个人简。虽然不知道他那胡话有多少能信，不过你要是真那么厉害，何必为这种小角色趟这浑水？荒龙派没有小角色。听好了，派中法度之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派中法度？我们有这东西吗？从今天起就有了。哼，不识好歹。人间小心。这次是票大了。终于还是我倒下。血影如剑，剑出影随，刀头有一手，接这一刀。灵草结环，皮雷浮出，把那副刀交出来。等等，你们是谁？阿黄，你都惹了什么人了？我也不知道那批货是要交给于人众的呀。冰冻王是我的人。大王炸弹，去吧！哼，剑光如我，斩尽无杂。好好站稳了。轮到了尽头。我还以为这回肯定要交代了，没想到这群海乱鬼的背后还有余人众。把消息带回给天岭奉行的话，多少可以折点罪吧。啊，人家的意思是我这回算是立功了。哼，从结果来说确实如此。啊，总算是逃过一劫。但是从过程来说，身为荒龙派的一员，对付完几个海乱鬼和愚人众就喘不过气。折罪的事情先放到一边，你的身手还得好好锻炼一下。人姐不要啊，救我啊。那人姐，我们就先去道歉了。我们赶紧走吧，迟了的话。慢着。上个月是考警官差点惊动火消队，五天前是大晚上开豪歌会扰民，今天又是到处乱贴小广告。你们一个月到底要进去几次才肯罢休？这回我们贴宣传单也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荒龙派的大名。不用解释了，本来还想去乌有亭办正事，现在看起来还是得先让你们长点记性啊。救命啊，你行行好，救人救到底，不然还不如把我们留在奉行所。你是认真的吗？人姐，冷静，冷静啊！来看看吧。哎呀！
你们捡回一条命了。今天还有要紧事，剩下的账我们明天再算，明白了吗？啊，明天还要继续啊？嗯，明白了明白了，您忙您的，您忙您的。为什么你只是看着？难道你真的不管我们了吗？这倒也是，万一他越想越气。可是这等到明天还是得接着挨训啊。要是人姐明天也得接着办事就好了。你们说要是咱去给人姐拖点后腿，让她明天也忙不过来的话，这不太好吧？要是真坏了人姐的事，连老大都保不住我们吧？万一被人姐发现了，咦，我不敢想了。不会不会，我们就是去看一眼，能拖就拖，总不能待在这儿啥都不干吧？你要是信不过我们，干脆跟过来看看。对，就当是来监督我们了。只是去看一眼的话，倒也还行，说不定能找出点别的办法呢。而且有旅行者在边上的话，就算被发现了，也能勉强解释几句。行行吧，听人姐之前说的，她现在应该是去乌有亭了。我们悄悄地跟过去，到时候再见机行事。不在一楼，那会不会在楼上？真要上去吗？我得做一下心理准备。这位就是之前向您推荐的九旗忍小姐了。您好，我是九旗忍，此前在璃月游学，粗通一点律法，非常荣幸能与您会面。啊，九旗小姐过谦了。我也一直很期待能和你一起共事呢。他的能力出众，凤行所的童心们一直都是有目共睹的，您大可放心。啊，有这句话在，我都忍不住想直接问九旗小姐什么时候可以来工作了。吉祥大人言重了，我究竟能否胜任这份工作，还是得在席上慢慢谈啊。瞧我这心急的，九旗小姐说的是，寒暄太久让菜凉了可不好，我们就边吃边谈吧。这也算是求贤若渴吧。阿火、元太，你们听清楚了吗？人姐这是来面试的，还跟着那个天岭奉行的天狗。那个嚣张的天狗居然这么毕恭毕敬的，难道屋里那个女人是什么大官？笨蛋，那个天狗可是幕府的大将啊，那一定是个特别大的官。不管他是谁，人姐是打算跳槽去幕府，这肯定没跑了。啊，没有了人姐，荒龙派以后不就……快快回去找老大想想办法，他应该就在附近抓鬼斗虫。老大，不好了，老大出大事了。哎呀，慌什么慌，荒龙派的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能有什么大事？人家他要跳槽去给那个天宫女人打工了。什么？阿远要跳槽？喂，你们没在开玩笑吧？千真万确啊，老大，我们亲眼看到的，对吧？可恶啊，我早就看出那个天狗在眼馋阿远了，他一定是嫉妒我们荒龙派有这么好的手下，居然敢玩本大爷的强小，可恶的天狗！可他们都开始问人姐啥时候能去上班了。
连面试都说只是走个过场呢。以本大爷三天面试一次的经验来看，这群家伙肯定是早就串通好了。嗯，也有那么点道理。阿忍在花龙派的待遇这么好，每次迎到新的灵士都是让他先挑。不过我听说幕府一天的俸禄够买我们好几天的零食了。可是我们花龙派的工作总比幕府轻松吧？你看那个天狗每天都顶着个苦瓜脸。不过轻松的好像只有我们吧，每次被抓还要辛苦人家把我们捞出来。会不会就是这次贴宣传单被抓，让人家对我们彻底失望了？哦，所以果然不是误会吗？都是我们不好，都是我们惹了人家生气才让他想跳槽的。老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黄龙派不能没有人家啊。你们几个跟我挨家挨户道歉去，把我们的宣传单都给撤了。啊，老大，那可是你辛辛苦苦花了几个月才赶出来的。这种事情我当然知道，但是但是为了让阿忍看到我们的诚意，也只能这样了。老大啊，还有得再拜托你一件事，你去找阿忍面试吧。只要你跟阿忍说你也想加入化龙派，那么他对化龙派的前景一定会重新改观吧。有了你和阿忍两位天下第二，再加上本化龙天下第一刀，超越幕府什么的根本不在话下。哇，不愧是老大。还得是我们化龙派。怎么样伙伴？那阿忍那边就交给你了。弟兄们，我们去道歉了。那么关于后续的安排，我们会尽快联系九七小姐的。时候不早，我也该回去了，希望下次见面可以直接在天岭奉行府看见你。谢谢，荣幸之至。嗯，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嗯，罢了，找我有什么事吗？是不是元太他们又闯祸了？什么面试？你想加入荒龙派？你没吃什么怪东西吧？认真的吗？那比吃错东西更不妙了。荒龙派的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怎么会突然想不开？怎么会突然有这想法？原来如此。不过欣赏是一回事，实际身处其中又是另一回事。哦，接下来我正好要去挺街处理一些荒龙派的日常事务，你可以跟我一起走一趟，就当做是见习吧。如果你见习过以后还愿意加入的话，就到时候再说吧。温暖的泉水可是有治愈人心的。哟，是阿忍呐，有空过来坐坐吗？不了，志村先生，我是来为荒龙派宣传单的事情道歉。啊，那件事嘛，没事了，你们老大已经带人来道过歉了，不仅清理了所有小广告，还把店面上下都打扫了一遍。等等，您确定这些都是荒龙派干的吗？领头的人头上有长角吗？是啊，哎，过了这么久，他们可算是改了性子。这怎么可能？我不太敢确信。我们去九十九屋看看。欢迎来到九十九屋，请问客人有什么心愿？抱歉，葵小姐，我们是想来为荒龙派宣传单的事。
那些小广告吗？刚刚已经有人来清理过了，还嚷着说一定要赔偿到位。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小女就让他们随意买件东西当做补偿。他们凑在一起商量了什么，决定买下店里最贵的东西。虽然四个人都掏空了口袋才凑够了魔蜡。这难道他们真的知错了？还有一位需要道歉的人在，先去看过再说吧。哦，是戴面具的姐姐。你听我说，那个长脚的大哥哥居然把昨天赢走的零食都还给我了。是吗？我这里也准备了一点零食，你一块儿拿去吧。如果他们又找你打牌的话。不用了，他们向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打我零食的主意了。这真的是我认识的荒龙派吗？不行，除非能亲眼见到。他们现在就在下面哦。真是他们，难以置信。喂，你们又在破坏市容了吗？冤枉啊，我们这是在清理。哎，我说你们这些天领奉行的人啊，就不能用什么发展的眼光来看人吗？劈头盖脸就冤枉上来，难怪老是抓错人。童心先生，不好意思，他们的情绪都有些激动，请不要见怪。啊，是人杰和旅行者，这下有救了。虽然看起来不可思议，但他们确实是在清理市容，挺街的各位都能作证。可是我刚听说，有个帮派组织，因为乱贴小广告被人投诉，而且这上面贴的，明显就是这个长着脚的家伙吧？神情简直一模一样啊！没想到天领奉行的蠢货也能感受到本大爷化作的灵魂呢。这就承认了吗？果然还是得先把你们带回奉行所。等等，请听我解释，这里出什么事了？吉祥大人，让您见笑了，我正在阻止他们继续破坏市容。都说了是冤枉的，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你们因为随处涂鸦都进奉行所多少次了？有哪一次被冤枉了？这个嘛，这次真不一样了。童心先生，这位九旗小姐是我的合作伙伴，为人耿直，诚实守信。如果她的同伴真的犯了错，想必她也是不会隐瞒的。不妨先听听她的说法，毕竟过几天就要在一起共事了，现在把关系闹僵的话也不太好吧。一起共事？难道是九条沙罗大人吩咐过的那件事？我明白了，请说明情况吧。哎，原来如此，你们先是贴了小广告，然后又负起责任来清理他们，这次的确是我先入为主了，非常抱歉。不，这也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给各位添麻烦。既然误会解除，那就再好不过了，下次再见可要好好合作啊。那是当然。老大，你看他们这话说的，任姐她是不是已经下定决心了？看来我们也是时候做出决定了，启动备用计划。慢着，你们还想干什么？任姐一直以来都受他们照顾了。等等，你们这是什么情况？阿仁，这是我们荒龙派全员在99屋凑钱给你买的送别礼物，虽然比起幕府的俸禄可能也不算什么吧。用明草编成的手环，这种东西到底有什么用？任姐，就算去了天领奉行也不要忘记我们。我们会好好做人，还有做鬼，少惹麻烦，尽量不让你难做的。等等，谁说我要去？还有上周人杰你弄丢的点心，其实是我不小心吃掉的。上个月我偷藏过迎来的玩具，在人杰来要的时候
说什么已经玩坏了。喂，不准哭，不是说好了要笑着送二人走吗？我们可是荒龙派，二人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路，我们都要为他高兴才对。老大说的对，还得是我们荒龙派。喂，不要被他们传染。他们就是九旗小姐提过的荒龙派吗？还真是一群有趣的人呢。是，让您见笑了。啊，都忘了向各位自我介绍，我叫季香，是一名来往道七与离月的客商，最近在和天岭奉行谈一笔新药的生意。客商？等等，你不是幕府的大官吗？几位说笑了，我只是一介商人而已，碰巧拿到了步步如一款跌打损伤药的代理权，所以想问问经常需要作战的天岭奉行有没有兴趣和我们建立长期供应关系。这跨国贸易果然繁琐，还好九条沙罗大人正巧认识一位精通两国律法的咨询师。这你是说任姐？没错，幸亏有九旗小姐在，我们的谈判非常顺利。接下来可能还有十天半个月的流程要走吧，到时还得先向各位借走九旗小姐一阵子了。只要他们不犯事，我的空闲时间还是足够的。啊，对了，作为补偿，这里有一些新药的试用装。听九旗小姐说，各位也经常有伤筋动骨的危险，还请务必试试我们的产品。没想到，还真的是商人呢。本大爷早就猜到是你们误会了，阿人怎么可能会跳槽嘛？整得这么大惊小怪，还计划什么送别仪式？这备用计划不是老大你的主意吗？行了，我先走一步，去99屋问问这手链才能不能退货。老大，我们也一起去。等等我们，站住！你上周的点心，上个月的玩具，你们还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的？其实，反正你们现在人手一份新药了，不如现在就来试试效果吧。快跑！多时间，事情可就做不完了。解厄！开锅了，开锅了！藏起来吧。热乎嘛。便是像师傅的枪法，全都可以炸完。哒哒哒，不怕。好好站稳了。给我安分点。棒棒炸弹，锅巴喷火，冰草结环，血影如剑。
名头天门，财与流通，这个如何？王法师，这道倒下。给我安分点，正义还是别对头。古法生命，看，冻结吧。抱歉啊。风雪的缩影，邪恶。啊！如此动作交出来。等等，你们是谁？阿黄，你都惹了什么人了？我也不知道命题过是要交给余人仲的呀。回应勿扰。啊！急冻时间到了。哈哈，速冻食品。雨线难化，直施成景，禁止接触，小心着凉。这个如何？开火了吧。给我安分点。霜寒化生，才古华生命，雨线难化，老实点，好好站稳了。好，禁止接触，我会跟上的。为了阎王帝君，解厄，别来碍事。Thank you.